在之前嘅时候，你实际我讲咗啦，我哋中意嘅，生活心就五十蚊心啊，一早都买咗五十蚊饮啊，我估计就谂住要心啊，你几日听唔到？等你等住啦，你唔系要使下噶，唔值钱噶哥哥，你使完嘅洗衣机干净好多，唔会有黑味。还是我们自己用Thank you.